台湾的凤梨买起来。前一阵子日本的新闻也一直在报道台湾的凤梨，我没想到买台湾的凤梨也变成了日本人流行的事。跑了好多家超市，终于在幕黑 Life 买到一颗台湾凤梨了。我在买凤梨的时候，有位日本女生拉着她的朋友很兴奋地冲过来，拿了一颗台湾凤梨就跑去结账，感觉是收到朋友的通知特地过来的，难怪这么的难抢。我中午买了一颗，下午切开来吃，真的超甜的，不愧是台湾的品质。晚上又来超市想加买一颗，没想到全卖光了，只剩下菲律宾产的凤梨。一颗台湾的凤梨也要价不便宜，大概在600到800日币。朋友也买了一颗，为了这颗凤梨，他还买了凤梨神器，我们来用看看吧。3分钟就弄好一颗，好方便哦。不过凤梨才750，它的凤梨神器要2300日币，看来要多吃几颗才会回本了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一个赞。酷熊在日本会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哦。爱你们，拜拜。